好了，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达郎，给那个这个我们的玉肥龙螃蟹池来吃哦。好，我们来拍摄大概一下状况。
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记得打开，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发布讯息。阿克瑞斯组的二员呢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阿坤，他是阿秀，新年快到喽。那我们阿坤水族游乐园的频道呢，去年一年呢受到大家的照顾哦与青睐，那也创出了算是比阿坤想象中好的成绩。那然后呢，来年一年呢，阿坤会继续找新的题材、新的生物，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饲养的经验与画面哦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阿坤跟阿秀呢要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然后好运旺旺来。好，谢谢各位呢一直支持到现在，那我们希望呢，希望来年呢有更多更好的阿坤员工呢跟各位呈现。好，那谢谢各位哦，在这边呢再祝一次各位新年快乐。阿秀说新年快乐，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好哦，谢谢哦。